要开始了，这么快？哟，怎么那么快就开始了？我们夜晚上好了。别紧张啊！哎呦，不行！没事没事没事，冷静。好，亲爱的各位来宾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光临今天的婚礼现场。 今天我非常的荣幸受他们邀请来当他们婚礼的主持人，但是让我们心里也非常感觉怎么样？那我知道，嗨，各位都是二位新人，就当拍戏吧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大家休息一下，那么大家找个问题。那你就演好自己的角色了。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就是哈，认为我们今天的新郎长得很帅，请你高高的把你的左手举起来，像我这样。 这么多，认为新郎不帅的可不能举啊！好，大家保持这个动作，不要变。认为今天的新娘长得美的，把你的右手高高的举起来。好，现在用你的左手猛烈的撞击你的右手，让我们的掌声把捧你先慢，好吗？谁进来了啊？待会儿。 家长上去发言的时候精神，你挺好吧你啊？待会儿音乐一响，人就进去就行了。音乐一响，我就直接走进去就行了，是吧？嗯。那个门不用我开吧？不用。这世界很酷。